近日热播的金枝玉孽二中，一位颈部长脂肪瘤的老演员引起了网友的关注。这位83岁高龄的老演员名为孙继清，曾在96版笑傲江湖中饰演莫大，天龙八部中饰演玄苦，在金枝玉孽中饰演画师。在金枝玉孽二热播时，有细心网友发现孙继清后颈有一肿瘤，了解后才知道他鉴于自己年事已高，决定不把肿瘤切除，用萝卜泥给您儿子敷敷屁股。多谢贤侄。孙继清的敬业精神让一众网友大呼感动，纷纷赞扬他是演艺圈中的楷模，同时更是对他的身体状况表示担忧，希望他要更多的保护自己的身体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